骑一下就到了，骑这个车的交通费比公车便宜很多。我们现在路过了一个古物市集，好拥有，想拥有这个啊？你怎么带回去？你告诉我。再拥有还行，再拥有，再会拥有点儿，再想拥有点儿。现在几点啊？你看早上就一堆人在喝啤酒。果然还是要靠天气。我们这边就是玛利亚广场。这是玛利亚广场。有人说跟布拉格广场很像。百年转角遇到爱， good good。